你是在电赛哟！这是我听你唱过最好听的一次，真的。我看我大家有试过，我拍嘴没办法唱。叫产婆。嘴巴再张大一点。锦兰，哎呦 ，music， 不是，你竟然唱到脸抽搐。一般正常人，大概都能够唱到四到五个，八度音。正常人，那海豚，这去哪里了？到哪里？八度音，八度，有五个八度音，哆到哆，一串一个八度。夏雨桐这种类型，有来吗？有来，有来，不好意思，你上次唱那一首叫什么？煎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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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煎熬。今天不是宠物的单元呢？没有，我自从唱了煎熬之后，我就现在很喜欢唱高音的歌。真的吗？对，而且上次收视高点在唱。抽搐！刚刚他的脸是不敢抖的，因为我会怕我没有气。你今天要拼的是哪一首？拼的是 Vitas。哇，好，真的假的 ？Opera Number Two。咚咚咚咚咚，那一首啊？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那一首是抄哪一首歌来的？厉害，哪一首？前奏给我一个呢？哎，好想知道哦。哦，别落雨，阿公也低头，别滚哦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七尾穿牛裤，伊也会就真正出名，阿别出桥，阿别出桥。原来是这首海豚音，对呀，所以像俄罗斯老是抄台湾的这种感觉。天哪！会唱歌的人基本上唱起来不会太差，但是你当中歌词里面打破你玻璃一肚气，打破你肚气里多，这个像话吗？我妈讲说哇，老师好厉害，俄文你也听得懂，俄文当然听得，老师在那边打鬼打怪。对，阿拉去多读嘛，嫂子阿西拿沙山，打破你玻璃一肚子气里多，厉害了。劲敌来袭，对对对，哇，夏雨桐，哎呦，煎熬同学，我自从上次唱煎熬之后，我就很喜欢唱高音，是的，对，我每天都在研究。雨桐每次在节目里面啊，都让我们感受到她的可爱，对，好可爱的一个女孩子，对啊，然后她还不怕出糗，对啊，大方啊，不是不是，你经过那个煎熬以后，全世界还有做不出来的事吗？其实是有后生，对，蜕变。他已经是浴火凤凰了，什么翅膀？对对对对，太好！你今天要带来的是，我要唱《Loving You》。好，就是这首《密尼莱普敦》啊，大家在唱的，对不对？密尼莱普敦，知道这个歌手吗？就是密尼莱普敦，一个黑人，是一个黑人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就在1970年左右，最红的一个歌手。这首歌流传到现在，是要了解的，好吧？好，那直接就来这一首，好吧？干嘛？干嘛？先讲一下，哎，逃生门先走，自己先跑的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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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你是在竞赛哟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，亲爱的，这是我听你唱过最好听的一次，真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王座你坐定了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的问题就那个高音，你表情开嘴的你，表情不太对。我在家老师开嘴，没办法唱，是吗？你那个表情很痛的感觉，你是这样开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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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，黄老师，我觉得他有希望。我们今天一定要把他调到位，调一下，因为他前面唱的太好了嘛。来来，来，中原老师，是，我们教一下。你也教很多人唱歌嘛，对不对？你来，嘴巴再张大一点，张大一点，嘴巴要打开。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多大？大概多大？这样子，是吧？啊，下巴，下巴是。你如果有看到，你如果有看到原唱人在唱的时候，他是什么表情？他是，哦。很enjoy啊，压肚子，是，叫产婆，谁呀？谁呀？太差了，有机会了，你开发自己，你会变成唱将，我跟你讲，下一个风，来 part two part two part two， 从第二 part， 啦啦啦啦啦，来来来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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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伸出来了，八十了，八十，八十了，八十了，开八十了，快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，快快！恭喜啦！恭喜！你这个刚好，你刚那个属于拉梅兹呼吸法，那个是伸小还伸不出来，大概开到八十。来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这个他这个啊。他真的没有包袱，老师真的嘴巴张开就有用吗？张开，然后你的下巴是放松，还是要多去练习了？像我昨天练习的时候，我们家两只猫到现在躲到哪里去都还没找到，是吗？吓到王生了，让他们家的猫直接离家出走了，好吧？来来，姐姐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今天是我听过你唱歌最好的，好听。而前面那个每一个段落那个太舒服了，谢谢，那个太好。